林可家族。啊，这里可真的是梦想中的天堂啊，有吃不完的棉花糖哦。玲玲，快醒醒。啊，我的棉花糖都去哪儿了？怎么还是变不了啊？小趴，我想打造一个梦想星球，里面有很多的棉花糖，可惜我办不到呢。啊，玲玲，我来帮你实现吧。噔噔，那我就来帮玲玲打造一个梦幻星球吧。首先呢，我们要把深紫色和白色混合在一起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把紫色的粘土覆盖在小球的表面。接下来我们需要把这个小球搓圆一点，然后呢，再拿出一包紫色的粘土做中间的环形。把星球放上去，可是现在这个星球还是太单调了，我们再做一些小花和星星装饰一下吧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用到这种闪亮亮的星星，让它变得更好看吧。还可以在星球上加上一些小动物。玲玲，给你做的梦幻星球完成了。玲玲，要不然我们一起来玩吧。